每个打席都在丢骰子。是，这个球中间方向的平飞球落地是一支安打。哇，这个打击的部分呢，则是朱玉贤要上场打击，第一个球就走，捕手传有机会吗？哇，没有，蔡振云倒上了二垒。对，这球传了一个弹跳，有一些比较两边对阵的这种情况的话，哇，现场的气势会非常热闹。是，游击区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三垒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是，这球蔡振宇就有点造进了。对，失误对乐天队来讲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巨大。这个球打在中左外野方向落地是一支安打。哇，如果刚刚蔡振宇的跑垒没有犯错的话，也许这支安打是有打点的，也说不定。对，克培瑞兹把球速往上加，高弹跳三垒手来处理，接球之后传一垒，抓到了马杰森，这是一个关键的守备演出啊！结束了这个半局啊，乐天队在这个半局虽然有两支的安打，但是跑垒上的错误让他们错过了追平比数的机会。因为你一上来就攻上得点圈了，那但是你后面的跑垒失误就马上把这个功劳给抵消了。这个球传到后面去了，传到后面去了，现在林敬凯有机会上二垒。哇，在乐天队这边呢，三垒手梁家荣啊，为了赶时间呢，处理这高弹跳，结果在传球的时候发生。这个球三游间放下，一垒手接球之后，哇，这个球传高了，传偏了，一个出局数都没有抓到。是。这一球即便是传准的话，我想双杀的几率也非常低哦。嗯。